好，来。说我们家最不会泡茶的，我来泡吧。好呀，你们用这个壶吗？我们的不，姐姐，我们的泡茶是往这里塞。什么？就是热水啊、哦，然后直接往这里塞，就是这样子泡的。啊？你们也不洗茶对吗？就是直接把茶流程，就茶不是先洗一遍然后再？并没有，我们都是直接往里面，哦、就是往直接往这里塞就。这种狂野风格是吗？行吧。那这有啥不会泡的？你就往里面塞，不是你插出去。好，可以了是吗？对，应该差不多，熬一会儿就行。我第一次看见这样泡茶。你看你今天发那个，他们装修那个房子，嗯，哦是，像那个 KTV 对吧？蹦迪那种。我们最近在搬家，我妈说给你整一个杨子姐家的那个床，大圆床。对，给你来个圆床，我不行。我爸说了，希望我成为小公主，给我弄成了意大利风格，那屋弄的金碧辉煌的。然后我床对面是个镜子，把镜子关上是我自己的照片，然后我把那直接给扔了。我爸说你不懂，这才是时尚。我说好吧。你穿秋裤吗？穿了。我小时候不懂什么叫秋裤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穿秋裤真的太香了。真的吗？因为这冷死了，然后你穿一条秋裤，真的全都暖和了。我以前小时候会觉得怎么穿多少件羽绒服它都冷，拍戏也是。我后来才发现，其实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个秋裤或者保暖裤就可以了，就非常保暖。我不行，我现在拍戏都接受不了里边，就是戏服里边再套额外的就不属于这件戏服里该穿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就不行，我就难受。感觉我今天说话特别多，是因为我在这儿坐，然后可以大姐。我没有想到，我今天真的话量很丰富。他们说的那个子枫现在特别不爱说话，很内向。我在想啊，我记得你小的时候，话小时候话痨吗？啊，有，真的就一直叽叽叽。啊，那会儿所以我话也多。对。那现在感觉我有很不爱说话，现在还好。那长大了谁都不可能像小时候那种。嗯，但他们老说话少，我感觉好像也不是熟一点的，我话也挺多的。对对，就是因为不熟，你能说些什么呢？对吧？是的。